的女士的小开衫，我们已经看到了啊，它和常规的开衫略有差别，是在它的外形上。但是我们再仔细看啊，你会发现什么？哎，为什么它的整个的袖子部分像是连接在正身上一样？那么这个秘密到底是怎样呢？我会在如下的教程当中啊，为大家一一剥离开来，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看。另外给大家介绍它的相关情况，这款作品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的这一页，你所看到模特身上穿着的这一件啊，正是我们现在再给大家讲解的这一件，这两个是相同的，同一款服装。好，有同学想了解我的名字啊，其实你在每本书的封面都可以看到我的名字。好了，我们现在就正式的来说它是怎么织的。先要来说一下毛线，毛线的用量，整件衣服加起来才1斤3两线，非常省，对不对？我们用的是纯羊毛的粗线完成的啊，毛线的直径2.5毫米，用的是6号织针完成的。好，我现在正在给大家每天都在录制这些视频教程啊，每一件衣服之前呢是以图书的形式跟各位读者见面，但是现在每一件衣服是以视频教程的形式和各位同学们哈、啊、网友们见面啊，所以啊，现在大家啊看到的这些服装，每一件都是出自我的编织杂志或者是编织图书里边啊，啊，也就是说我现在用很多的时间来录制这些东西，所以我希望大家多给我点鼓励啊，你看到我的每一个教程习惯性点赞啊，这个大拇哥我非常需要啊。另外有建议的同学在下边留言，我看到以后会及时回复。还有就是会发弹幕的同学，在这个地方右下角啊，你可以在这儿点一下弹幕两个字，然后把你对衣服的喜爱和对我本人的啊鼓励都可以写上，我看到以后会非常的高兴啊。好，如上算是拜托各位一定要照做啊，感谢大家。我们现在就正式的开启这件衣服的编织方法的讲解。你可能会觉着花纹非常复杂，但是在编织的过程当中，我会将花纹织法的图解啊提供给大家截图啊，另外稍显复杂一点的花纹啊，我也会就着图解为大家详细的讲解，让你立刻能够明白，一点就通透，知道花纹是怎样形成的啊。有同学总说，你怎么不拿织针一针一针的教我们织啊，其实那样是适合于零基础的同学啊。我之前给大家录制了零基础新同学的一些视频教程，你可以在你先关注上我，然后点头像来到主页，在主页看到合集两个字，那里边呢为大家提供了零基础新手啊，我把一堆毛线变成一件小衣服的全过程啊都给大家展现的非常清晰啊，那是一个没有任何剪切的视频，所以你在那儿可以学到。另外啊，大多数同学啊点进这个视频来一定是以前织过毛衣啊，对编织非常的热爱，有过一定的编织基础啊。对于这些人来说，用他们的原话啊，我们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人家原话就跟我说，这些衣服都喜欢，你只要告诉我起了多少针，线上织多少，那些小细节要怎样处理，注意哪些，我就能织成一模一样的。多数同学其实是这样的人啊，所以我们是专门给这样的同学开了这样一个视频教程课啊，让大家能够在编织这个领域啊有一个更大程度的提高。好，先说这款啊，我们把它按照实际编织的样式一摆放好，所有人立刻拍着大腿说，哦，原来就是一个圆片儿啊，没错，看它一看样子啊像是一个八边形，八边形，看仔细看是不是像一个八边形，但是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圆形，由于花纹的特点啊，由于花纹的特点，你看它这个位置是往里缩着针的，所以你看每个都往里这样缩一下，所以给大家感觉啊它是一个剑棱有八个角的这样一个形状。实际上刨去剪去每个花纹的这种伸缩的特点，再仔细看它就是一个360度的圆形，明白了吗？啊，但这次出的奇招啊，我们并不是从正中间起的针，而是从哪儿？为了让它有更好的弹性，实际上
我们是从四周围啊这一大圈儿起的针，看到了吗？这一大圈儿起的针啊，整个一圈我们一共起了多少针？256针。看，从哪开始？从这儿到这儿，到这儿到这儿到这儿，这一整圈啊，我们起完256针之后，环形向上织。通常情况下，我们织圆片从正中间起针，对不对？然后通过加针的形式向四周围织，对不对？啊，但是这款正相反，从四周起针，然后环形向中心点织啊，整个过程啊，所有同学都能够想象到，只有减针才能够实现。你要不减针，那不成了桶状了吗？对不对？好，那么256针我们要怎样来织呢？首先啊，你要给它环形向上织4厘米的什么星星针啊？仔细看，是不是星星针啊？就是一针正一针反啊，第二行交替一次，看到了吗？注意了。这4厘米不经过任何的减针啊，只将这256针保持这个针数向上织4厘米就好了，记住了吗？啊，我所说的是哪个位置？就是它，看它的宽度 ，no， 4厘米。好，有同学说了，哎呀，既然我们一会儿要织成一个圆形，这个位置干嘛不给它减针呢？不减针呢，岂不就炸开了吗？同学们要理解这一点啊，由于我们这是一个边沿的位置，它需要有足够的弹性啊，所以不需要它减针。而且这个花纹如果你要减针的可就乱了，因为它是一正一反的，所以你要减针的时候啊，一次可就不是减一针了，对不对？好，为了让它一个完美的边沿，所以这256针织4厘米星星针不要碰，按原款织就好。另外起针的方法同学们要注意啊，你要起机器边的话，这款反而的弹性不够，因为它太大了，连前心在后背在领口在下摆都需要从这个位置戳尺寸，所以大家在起针的时候啊，用这样的起针方法，注意左手不要拉长线太紧，保持每个针套略松，就这个状态，换句话说松紧适度啊，只用一根针起针就好了，明白了吗？啊，松紧适度的状态啊。好，我们织了4厘米这个花纹之后，然后就怎么样？我们要将所有的针数给它分成8份，256一定是被八能够，一定能够把啊、怎么说？256除以8一定是一个整数，就是每一个单元花纹的针数啊。我们现在看它是不是8个啊？拿它为例 ，1, 2, 3, 4, 5, 6, 7, 8，啊，正好8份。对不对啊？好了，一共是8份，那么我们在每一份里边就要进行规律减针了。